鸡好多呀、啊！一路走过来，这边的风景真的很美。我刚刚来的时候是秋天，没下雪，还发觉不到东北的美。现在真的到处都是美景，为梦想砥砺前行。到了一个村庄，如果人在上面飞无人机的话，那拍出来的感觉真的肯定非常震撼。好美啊！刚刚摔了一跤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推，我已经推了3公里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村庄，现在进去再往前面2公里就有一个小路，打算走小路了。这个大路危险，非常危险啊，后面随时有车过来，如果车打滑的话我就可能就嗝屁了，所以走小路吧，走那种农村的那个乡道。走吧，前进。这个地方好出片呐、啊、给大家拍一下，挺好看的。这里有一家超市，我把车子停在这里了，买2瓶水，不然等一下没水喝。然后我打算走这条小路的，这小路有坡路啊，路面也挺滑的，骑倒是不能骑，但是这小路怎么说呢，没什么车，比较安全。走大路的话车就比较多。这风景真的好看啊，全是白色的，简直就是童话世界啊。如果是在山区的话，有那种松树的话，松树上有雪，再加上这种房子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太美了，太棒了。哎，这里还有那个冰溜子，他们东北叫的冰溜子，我们那叫硬杠子。买了4瓶水，应该够喝了，做饭什么都够了。走吧，前进。这是前面的路，我刚刚尝试骑了一下，这个路面还是很滑的，为了安全我还是放弃骑行，推吧，前进。好大的风啊，哦，我的皮体不停地掉，你看我在帽子旁边都有霜了，这风吹过来像刀子刮一样，我现在要把我的头套找出来，受不了受不了。哦，在包里找到一个口罩，感觉也还行，头套也不知道到哪里。为什么没有拍呢？因为手机很快就没电了，必须充着电。我手机是这里充电的，只要我拔掉这个很快就没电。这温度太低了，哦，好冷，手冻得很。
前面又是一个村庄，好冷啊！今天算是领教了东北的冰天雪地。你看我的帽子上，哦，结冰了，眼睛这里结冰了，哦，真冷，真冷。干，前进！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，为什么我的手机充电充不进去？最开始是充到86%充不进了，然后我手机拿出来拍几个视频，然后就变成60多，然后再开始充的话，永远都是60多，充不上去。是什么情况？是不是太冷了还是怎么？然后我现在骑了10公里了，这条路还是可以骑的，没那么滑了这一段。这里的风景也不错，再给大家拍一拍吧，风景特别美。太阳下山了，这里有一条铁路，上面有一座跨铁路的大桥，是个大山坡。现在天已经黑了，还有6公里。还好到处都是雪，不然的话路上就看不见了。天已经黑了，不过还好已经上了国道，还有最后3公里，加油干。找到一个服务区，我的帐篷已经搭好了，这个地方还有卫生间，挺好的，还有超市，还有餐厅。我的自行车放在那里，开始做饭了。这是今天没吃完的火锅，今天继续吃火锅，再加点水。洗了一个头发，这里是个公厕，它竟然有热水，好几天没洗头了，哇，洗了之后很清爽，特别特别的清爽。